想到推出专辑，有的大家说，当时都觉得希望很久，觉得有点迟了。什么原因呢？其实因为我一直没有签唱片公司嘛，所以这条路就好像走的不是那么顺。然后呢，我是从一个挺好的，因为呢这四年当中让我熟悉了整个唱片行业这种发行的这种。如果说签唱片公司可能会非常晚，因为有人会给你打理，但是我没有签，所以没有人会为你做这个事情，就是自己这四年走过，然后知道对于歌是怎么样来选的，然后怎么塞歌，怎么录制，最后怎么缩混，然后最后怎么唱片的这种形成，最后到发行，一直到工作上，所以这个途径用了四年，这么时间很迟，但是呢，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所以呢，就是这个唱片带给我这种历练。同时呢，四年了也是一首歌，同时这些歌我自己感觉都挺好听，为什么呢？因为自己比较挑剔，对声音比较敏感，然后呢特别对旋律性特别挑剔，所以呢选了很多很多的歌，当旋律我感觉是那种堆砌的一种旋律的时候，特别有的时候啊，一些特别故意要唱这个唱那个的那些歌啊，比如说主旋律的歌有很多好，但主旋律的歌也有很多是那种堆砌的，这个很多人我们都非常的熟悉，所以呢一到这种旋律堆砌的时候，我就特别熟悉，所以一直挑了这么多的歌，然后就有了这盘专辑。有些东西不是尽善尽美，但最起码在旋律性上，能够给我做非常喜欢。选歌的过程中有没有让自己割舍不下的作品，最后还是被 pass 掉？其实呢，割舍不下的作品也有，就是为了这盘专辑，跟它不是统一的。但是最难忘的还是说跟词曲作者之间的这种斗争。是比较难忘的，比如说胡丽为我做了很多歌，所有的这些作曲的人都有一个毛病，特别特别难睡，所有的啊，这个并不是说一种贬义，包括胡丽啊，包括很多人脾气特别倔强，而且都有一种很难沟通的一种，无论是高进也好，胡丽也好，所以在跟他们打交道的过程中就。软硬兼施，使用的办法来说，的确是这样。天池的这首歌是我一直想写的，最开始胡丽喝酒了，然后给我弹一段旋律，然后我感觉胡丽太棒了这段旋律。等他酒醒了之后，给我做的东西就跟他之前的一点都不一样，是这样的。然后。我就管他叫原来那个，他说原来的这个就是这个，然后这首歌一直我不满意，我就一直拖沓，他说的因为钱都已经说了，那这首歌你到底要不要怎么样，我一直拖两年，最后呢我就说旋律要改不能怎么改，他当时就发火，他皮，因为我们是好朋友，我可以这样讲，就发火，最后呢按照我的要求啊，转调的形式啊，最后歌词的补充啊，原来吧，总之原来的天池不是这样的，现在完全是另外一种感觉，包括后面的转调，因为这首歌我很喜我很重视，因为是我家乡有天池，因为这是我们长白山的一个景象，所以呢我希望有这样的一首歌我唱，所以这些故事就比较难忘。专辑里有首歌是团体的风格的，水波丹青，大家会觉得哎，跟你刚才整体的形象的感觉它有一些他大胆的去挑战和尝试，当时怎么考虑把这首歌收进来的？收进来就是说，当时是看了王力宏的演唱会，你都知道了，当时那是两年前，应该是两年前了。然后呢，也去买这个黄牛票啊，然后在现在去体育场我也忘记了，当时我让别人去买，哎呀，那价格都很高，真的是很高。然后呢，黄牛票我以为黄牛票会便宜，后来黄牛票都要2000多。所以呢我已经他在里面开场了，都已经唱龙的传人的时候，我一想不行了，必须得进去才进去，后来那么多人现场几万人，我真的是被感染的原因就是说文化的这种艺术啊，音乐的魅力太大，那么多人跟他一起来合唱很多很多非常流行的一首，我真的是被感染。我原来是拒绝这些，因为可能是说
我是从事这种古典艺术的，总自己多多少少有一种包袱。我再创新，我骨子里还是有。这个是，就是说我特别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的京剧艺术家，为什么说从事古典艺术那么多人，他特别坚守他自己的阵地，因为他骨子里有一种不可逆转和不能改变的一种基因。所以呢，我都还算是比较开明。所以呢，但我也承认我骨子里有一种倔强、傲慢，或者说这是骨子里的，或者说不可逆转的东西。但我一直在跟自己做斗争，所以没有去看周杰伦，没有去看，你想那么多时下流行的，什么 Lady Gaga 呀，然后碧昂斯啊，然后包括莎拉布莱曼，我就特别喜欢他，因为他符合我的一种表情，非常的美。所以当去了看王力宏的时候，我就感觉可能说真的是要脑海里要有一种，除了你有一半是固守的，这是必须的，因为你是站在这一片土壤之下，你必须就是说肯定不要崇洋媚外，因为你吸取的是中国文化这个土壤，然后你吸取这个，然后你说别的，那也不太现实。但是呢，除了一半要固守之外，另外一半一定要跟学业有关，所以呢，才给了我一种新思路。这种新思路当时在开会，因为国际文化就知道江总江宁那边也在跟我做斗争。因为呢，首先我自己不具备这种法性能力，因为我毕竟是初来乍到也好。然后呢，像江总跟唱片公司他们熟得很，所以呢，我必须得依托于他。然后呢，他一直对我的这种态度也是持保留态度，甚至说江总的所有的下边的工作人员都认为我走的路是不正确的，就是完全错误的一条路。然后我也是一直，我就说当这些东西出来之后我们再去评判，因为呢，就是说这盘专题是这样的风格，我是走定的，我没有跟他们做太多解释。其实我心里是有底，就是说有一半是我固守的，另外一半我是必须要换血的。我的第一盘专辑就这样的印卷，也是东西南北四处打架，打来打去，总之大家也都没有决定。因为呢，我有些东西是可以改变，有些东西我是可能我是表面给大家一种柔和也好，但是我做下的决定和我心里的东西是任何事情都能够改变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考虑到第二张专辑什么时候筹备，再跟大家见面。第二张专辑可能方向会稍微转一点，会把一些现在只是在探讨。你都知道，有的时候娱乐圈的变化也大。然后呢，我在这个圈子里只不过就是一个随着这种风啊在走的。有的时候风向变了，我必须得变，就是这样的。但所以呢，以前我也说过很多的这些话，但是风向变了，我不能死命的就在那里抗争，也不是这样。但是第二盘专辑可能会稍微的改动一点，可能再往回拉，可能会在传统的上面又多加一些东西。因为你肯定要有风格的变化。第一张专辑是这样的风格，第二张专辑我可能是在传统唯美的这方面，或者说可能跟传统嫁接的会多一些。我曾经听过一盘专辑叫《粉末是梦》，这盘专辑非常非常好，没有唱，都是曲，是一个著名的音乐人做的，他做的一盘，当时给我很多的灵感，是交响乐和中国传统的这种戏曲，确切来讲就是越剧、京剧，很多很多感觉，当时旋律非常非常棒，我可能会以他为灵感为启发，会创作一些做我们这样的歌。或者说接下来我可能因为呢已经在开会，一直在做个四美图，可能说这个四美图算是我进化主页制作的又一部作品，挺难搞，现在我感觉挺好弄的。现在越走入深，就是越往深了才知道接个大活，方便的。因为呢，四美图就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我原来认为我说，哎呀，我李玉刚来演这个东西不是小菜一碟，原来是这种感觉。突然之间，当走进去之后，怎么来挖掘它之后，我不可能
越往后走越是那些表面化多的东西，可能我会研究很多，比如说庄子的，庄子的一些东西，天下有大美而不，然后万物有成理而不说，这都是说庄子对于美的一种概论。我原来是星光大道的一个舞台，我可能就是说我把我的美展现给大家，我把它东西展现给大家，我不用去研究那么多的。当我和一些比如说于丹在一起走近的时候，哪怕没有说话，我会看到他身上的一种气息。包括范曾先生也算是我的忘年交大画家，因为他也很喜欢我，喜欢的甚至说喜欢的那种感觉跟任何人都不一样。哎，他是长者，我是晚辈，我们坐在这时候，我看着他就能看到一种文化。所以也读过范曾曾经写过关于美、关于画画家的一些书，无形之中真的是给我一个在流行，在这种舆论呢、啊，在这种信息时代或者说有炒作时代，可这么说也不过分，因为演员都有话，没有话题就会石沉大海，石沉大海他就不会有作品，没有作品就不会换来价值，没有价值你就不会有更多的这些带给观众喜欢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任何人都逃不过市场、作品、艺术都逃不过。但是如果只考虑到市场，只考虑到这种舆论什么什么，它不以一个事，不以一个艺术作品为依托的话，它也就是一个舆论，可能就会从你们记者的角度，它就是一时能会成为一个记者呀、媒体呀这样的一时的一个工具也好，其实都不够分。啊，所以当跟范曾先生在一起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会吸取很多很多的庄子的书，我要看，我也要研究于丹很多很多东西，然后要读很多很多。其实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段时间就夜不能寐的一种感觉，我突然之间就像悟到了一些东西，脑海里往那一躺，突然想到东西，马上就要去查东西。突然想到为什么潜伏电视剧那么好，它来源于龙一的一部短篇小说，那短篇小说是懂什么概念，我想到我不知道什么概念，我马上就要去查啊，1万字到3万字这叫短篇小说，什么叫历史小说，什么是长篇小说，它的概念是什么，什么是莫泊桑，为什么莫泊桑的羊脂球会是那样的一个经典的短篇小说。突然之间在文化的概念上就把我滚入到一个不吸取都不行，不学习都不行。为什么庄子会说到天下有大美，天下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这些东西非常非常难懂的一种概念，为什么你怎么常人怎么去理解，你从这些理解的时候你要从它吸取很多东西，你怎么样会用到你的作品，因为很生涩的一些东西，你怎么样能够又让大家也喜欢，然后又能够有一种非常高深的一种境界。所以呢每天就滚到这里的时候也很辛苦也很累，但是也特别特别的丰富，让我知道了很多很多的东西。那你是怎么把自己沉下来，因为大家都说娱乐圈赚点生活去挣钱，所以很多的艺人给大家感觉就是不错，说那种屈服，就是你自己有没有过这方面的斗争，自我觉得应该走这种更加文化底蕴，多学习多汲取知识这条路。怎么想呢，其实也是说跟骨子里的性格有关系，有的时候逼着你去做，他就是愿意说哎呀天天这种京华时报必须天天报道，我会很高兴。有的人就是说他可能会他的想法不一样，那可能说我骨子里的东西会是那种要了解很多未知的东西，可能这是我骨子里的东西，所以呢我会拼命的去学习，学习的时候我会有乐趣。有的时候我还在想时间真的是非常紧迫，我都感觉人要想成功或者说真的懂得很多东西，真的是要靠年龄和时间去。我有的时候我想当一个神童一样的，哎呀，让我抓紧在30多岁，让我一下子得到别人60多岁的东西。
但是我突然之间不可能，你怎么努力都不可能。为什么这样？可能会比别人提前起步十年也好，但是不可能一下子有非常神来之笔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你再学习，因为这个世界未知的东西太多，有些东西有些经验是上千年的这样的历史的一个总结。当你真正悟到的时候，你必须得有这个生命经历，你必须得经历上过很多的东西。你无论在生活上、在事业上、在爱情上，都要有这些磨难。之后你对一些东西悟到的时候，才是真正属于你自己。我们现在也一直在研究，说为什么老祖宗留下一个概念，说一千年才留下一个定论。那庄子也是这样，老子也是。一千年留下一个定论，当我们一下读到的时候，你没有那么多经历，你是悟不到究竟它的奥妙在哪。而且有的时候我也在跟一个团队在工作，我的团队也是一样，除了有我之外，也有幕后的这样的一个老板秀丽，作为一个依托也有。但是呢，但是有些东西我是属于那种，这个东西我必须要好，必须要往前奔。但是别人还不能完全理解你的时候，你就自己要带上。所以呢，在于管理这样，你跟别人的沟通，跟同事的这种沟通，可能真的都是一种科学。原来我不理你，哎，该发脾气的时候也会发脾气，该别人有缺点的时候会一下子就会说到别人的缺点，就是这个缺点就会怎么讲呢？就会让他根本就感觉，哎呀，我这辈子都完了。我突然走了之后，感觉不是这个态度，要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要跟大家一起，要善用别人的这种缺点也好，很多东西真是学都学不完。下一个问题，说也说不完，学也学不完，我自己也。你好，听能摸索了。是这样，真的是无从一定。说的做什么？去年你刚也特别的辛苦啊，全国世界巡演，去日本也讲了十一场，还是全球巡演11场了。听说跟那个著名的歌舞伎大师坂东玉三郎，他也到现场观看了。当时你想到他能来关注你吗？其实也没有想到，就说我们之前有交往，但是你都知道。他们日本非常有意思啊，非常有意思。就是说，日本有一个，就像我们中国的 CCTV 一样的 NHK 这样。他们想采访坂东玉三郎先生，或者说其他的人啊，都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呢，他们对这种自己的这种保护也好，对自己的这种珍惜也好，都做得非常非常好。我还在想。所以说真的是出去看一看呢，了解其他人真的有帮助。所以我知道特别在乎自己，你知道吗？坂东玉三郎特别在乎自己坂东玉三郎这个名字，他非常珍爱，他知道这是一个家庭，所以我现在也很珍爱我自己李玉三郎，我也知道这是一种价值啊。我都不能达到他那种，就是说把自己的这种腕儿放得极其的这种一种高度。你想坂东先生我们关系也非常好，那别人说那今天下边都是我的粉丝啊，因为在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有粉丝来，我基本上啊，我刚刚才知道说今天会有这么多的人。我一开始的概念以为说，因为王峥是我的朋友，我以为说王峥要做一篇我的采访，朋友之间要做一做，我以为是私下里的那样的一种，我说那可以没有问题。然后突然之间说还会有升格了，那就没有办法。但是我也很高兴跟群姐姐或跟大家一起，但无形之中大家来了，我也会想要好好的准备啊，不能说像我们俩单独这样不砍乱砍，因为我们已经打交道很久了，所以就要稍微的谨慎一点。那坂东先生他能够来到我的现场，我挺开心，因为他的在日本的，他们给我讲一个例子，我到日本去，我说那坂东先生在日本的这样的知名度啊，说什么有多高，然后他们给我举个例子，这个例子挺在我感觉挺有意思，或者说
挺吓人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啊，就是说樊都先生和我们的那个外交部长，他说你不出国总涉及到外交问题，他跟我们的外，他们叫外相，说那咱不说跟别人，就跟我们外交部长一起出访别的国家，说飞机遇到麻烦了，掉地下了，不管出事不出事，日本的这块第一个要救的是樊都立三郎，其他的什么官儿之后再说。那我说为什么是这样？他说的他在日本是国宝，所以呢，我在日本，在马来西亚，在国外演出之后，他们看到我的演出，突然之间也给我冠一个名叫国宝，这不是我自己造的，因为我自己造就有点脸皮厚了。因为呢，在马来西亚，在外面，他们认为说能够把中国的艺术带到这里表演，然后让大家看到了一些你们自己的东西，而他带来的并不是说他跳得很好，但跳得很好这是韩舞的。他唱得很棒，那个外文歌唱得很好，比什么什么那个麒麟地宫唱得好。他们认为如果说一个中国人唱这些东西唱得再好，但是不可以有一个很高的一个程度。啊，所以呢他们也给我灌了一个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在国外呢我还是欣然的这样的接受，为什么？我的确是我没有功夫，我还是把中国这种传统的文化尽到我全新的力量去诠释给他。但是在国内你就知道，我是属于这种带争议的这样的一种人物，我的艺术啊，我的这种方方面面都是属于，因为中国他要考核你的这种很多很多的，所以呢我也是在观众专家的这样的考核中一步一步往前走。所以当在观众在中国已有这样的说从也算是引进词吧，引进过来的时候，我经常都面对有些人的时候，我都不愿意来面对这些人，特别是我也做不了那么多，特别是我跟比如说我跟周涛关系很好，哎呀跟谁谁谁昨天又跟白燕生在一起，那是个戏剧节目，他们一上台我就紧张什么，千万别说我是艺术家，千万别多给我，但是我还是多多少少，因为呢首先有一条，我上台我火我肯定是自信的，但是他们一给我推波助澜的时候，他们是心理的，但有的时候就是这种他们自身的这种给我的概念也会给我带来一种无形之中的，因为别人不会说周涛说的，我们找周涛算账，那个谁谁说的，最后还得落到我头上，我说还是千万别太服务。我现在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上台我会绝对会把这场演出做好，因为呢因为别人花钱请你来，你做不好，你中间有中间商，人会不高兴，你预感我让你来了，我是让你脸上给我贴金的，我下次我还得联系演出的，我上去其实很多东西真的非常非常的小心，我弄不好演出商就不高兴，你砸我的脸，我以后我还干不了我的。所以呢说我是冲到最前面，我真的是也是身上会有很多的环节，最后落到我手，我也是尽量能够做的最好。所以跟板东之间的关系就是说，他有一个板东先生，一是来看我的演出，二是说他的一些言论，他的一些说话也给我很多很多的启示，他几十年如一日就是这样的话，然后还是说一直屹立不倒。他跟我说一个好的演员或者是艺术家，他在舞台上收到多少钱的话，他的苦难就有多少。所以呢我也一直在查，但是最近嘛我不能理解他们的说，我还是说快乐的在数我自己鲜花，就是自己当中付出了多少，是吧，受到欢迎的程度可能会成正比，会成正比，你也能享受这一个鲜花地上的。对呀，因为呢板凳先生可能说的就是说是一个侧面，因为毕竟他年龄比我大那么多，他说的是说是所有的观众啊，所有人都给到你先生，给到你掌声，给到你鲜花，你他说的意思就是你接到多少鲜花你就有多少。那现在我很认同他这句话，但是呢现在我也有很多方面并没有达到他真正跟我说话的这个意义，可能若干年之后我可能会更加了解他说话的这个意义。他给我很多东西，就是说跟大师在交流不用说话，真的不用说话，
你无形之中你看着它，你就会感受到一些东西。可能也是说，我原来也是这样的，我自己有疑问，我自己分析自己，就是说我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无形之中他的东西会潜移默化会转到我，是不是说我有一个挺爱吸取别人长处的这样的一个特点，还是说有这种气场，也不知道。就说这个人是怎么样的，我一般情况下，我一坐在那里，就能够感受有种一自然而然的关系，这样的一个事情。去年也说这么多，那么频繁，今年是不是还会到世界各地，或到日本，有些演出的计划？计划内是有的。透露一下。计划内是有的，然后呢，要夏天的时候，或者说夏末秋初，就是日本在要这个档期，要到日本去，然后瑞士那边也要，但是究竟去哪个地方，还是要看时间和我自己目前做东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嗯。啊，原来是这样的，一有演出，就是现在我都会扭转它，哎，就是一有外国演出。啊，我是男朋友，我不说你来吧。他说那个主题就是说，我能够让你来演出，就不错，很不错了。我这边因为很多东西不是我来规划，但是我不给到我们团队的，就说我也要会扭转，并不是说我们就好像我们中国演出，我们身上就贴多少金。其实不仅我不是这样，整个的中国也不是这个道理，不是这个状态。所以呢，我不知道。我也是在扭转国外人的这个观念，可能我这个力量非常薄弱，他们还会以原来的那种感觉，哎，中国人特别重视来我们这演出，我们让他们来，他们这些演员就高兴得不得了，什么条件都来，吃得不好都行，住得不好也行，只要说能来就行。其实现在一点点，我感觉不是这样，我们都是平等的，平等的，或者说我们的艺术家来给你们演出是给你们的脸，给你面子。可以说是扭转过来，可以说是这样。重视咱们中国的这些艺术家。对，我的意识就是这样的，最起码从我做起。因为我们的艺术也不逊于任何人吗？对，对，就是这个。鼓掌吧。再说说这个上个礼拜有条新闻，说浴缸是这个什么十大孝子称号。啊，十大孝子。十大孝子这个评选是介绍一下这个过程，怎么评选，你是哪些故事或自己亲身的经历得到这个评委，然后投票者他们的这些青睐。嗯，反正就那点故事，然后呢评委就是包括主办方，他们都非常了解，他们比我都清晰，因为从头到尾他们看了我很多，所以我就是最开始是在他们这个范围之内。后来呢，他们总是就认为说应该有一个这种非常特殊的表演形式。这个人也是多多少少，他既然从事这个表演形式，他多多少少他的生活呀、他的家庭啊，或者说他对父母，他多多少少都会跟别人不一样，怎么样都能找出一点传奇的东西。所以呢，其实也。我跟他们讲也没有什么传奇，我就是这种华夏儿女，就是普通人一个。所以呢，作为说一个孩子对待父母，我感觉人人都应该这样。所以呢，他们从我可能说认为特别普通的情况下，他认为说也是不平凡，这样的就成为第五届演艺界的十大孝子之一，就是这样。但是首先，的确这一点我得承认，我对父母和家里人。的确是非常的不容易，他们的生活是不容易。出来之前这几天身体都一直不好，然后呢，我妈妈和我嫂子还在旁边说你身体，我说我的生命只有四件事儿：吃饭、睡觉、工作、生病，这四件事。啊，因为经常会是这样，其他都没有。那我妈问我，她说那你这些你能够怎么样？能换来什么？我说能够换来一个大家都好，因为他毕竟家里人因为我这样的人也有所改变，也有
现在因为那个导演呢、啊、和他们的那个就是投资人都是我特别要好的，然后呢成龙也是投资人之一，然后就是说一直在串时间，我跟成龙演一场对场戏，14号不行，18号不行，因为他老是说老，因为我的档期必须得提前一个月，这样能够说有时间能够排。那我也很希望跟成龙有个对手戏，他老是提前2天就打电话，那我时间肯定不行，肯定不行。对，所以那个时候，因为之前说过了一个，你来这块演一个是谁谁谁，跟成龙有个对手戏去暗杀，他演的是谁呀、啊？是黄兴就有提的啊，去刺杀他什么的。我当时也提了，我说他让我演一个反面角色，但没有办法，辛亥革命我实在是阴差阳错，就没有办法。那时候演个刺客呢？演个刺客叫什么名？后来是演一个大学者，因为刺客不行，这场戏过了，说我们等下一场戏，说这个演个大学者还是。最后跟辛亥革命跟成龙大哥还是擦肩而过。擦肩而过，但是我也不可惜，现在我都不太可惜。我突然抓到一个定律，就是说你一直在这圈里混，而且说你也一直在努力着，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清晰的态度去努力着，好事还在，机会会源源不断的来找。是我原来说特别在乎，突然有一个名人喊您的人，然后呢说他要跟你，哎呀要是错过了，哎呀我的心里那个可惜，怎么回事，怎么就不用我了，原来是不用，现在是要出档期，那现在不可惜，都可惜。我老感觉说好事都在后面，要自己不断的学习充电努力，对，机会他老有。对。但是你要一个最后问题，这是你本行，现在很多同学都出书，出自传，自己有没有这方面？因为你现在爱学习，爱补充知识啊，会不会抽出时间来把自己这一路4年走来的心路历程啊，给写个自传，给当初的这个交代？写了10000字的，我怎么写啊？短篇小说的量，10000多字，写不起。写了10000多字，然后呢，因为呢，这种其实一直都是说，要求我写自传的也特别多，然后呢，当时都给你写6万啊，当时都写了6万了，啊，当时都写6万，对呀、啊，对，哦，这个都不知道，你要努力哦，然后呢，写了10000多字，因为呢，甚至我有一个朋友是徐建夫。徐建夫同志，所以呢我原来挺我说的我最喜的，我说你接触的那么多人都是杨澜喜的，那个然后余秋雨先生啊什么他们写，我说我再过2年就行，他总感觉他说你应该要写一点东西，无论什么时候出来，所以呢建夫大概一直说的也在帮我再想一些东西，所以呢我就磨磨蹭蹭10万字，把我的出身的这一块啊稍微再写了一点。你修罗大道当时的你还没写到呢，对，还没写到这儿了，没写出生还没大学毕业，刚出生就这一个名，1万多字是这个名，这是花了多长时间写这1万多字？或者说在自己什么时候来说说写是演戏的间隙？前几天怎么说还是得好好，我自己也挺理解自己的，但我也会从别人的角度出发，看我写这么多去都不去，我生在哪儿，还是我回来的夏天，然后就想想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其实我好好总结一下语言是挺好的，其实我的家庭为什么说能够成就，算是成就今天的我，其实也有祖宗的这样的一种德在，和父亲的那一代母亲这一代多多少少还是有些传奇。那这字的名字考虑没考虑叫什么？总之我就不希望叫的很俗的一些，挺俗的，比如说别人也有说过叫什么杠杠的。钢铁是怎么样炼成的，靠点砖再靠点边儿啊，那名字在想，其实那名字我很想叫一个能够是我曾经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体验，能够其实一直我把我自己走的这条路
无论说取得真经还是没有取得这种真经，但是可能我的生命从生到死，我都认为一直都在江湖上，我特别喜欢江湖这个词，可能说是我太有脾气，无论说我可能现在以后的头衔也会挺多，这种头衔都特别文绉文气一点，但我始终认为我是在一种有高山有峻岭有河流这种险象环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一直都会是这样，所以我很喜欢江湖这个东西。以后不能再看啊，这种期待在这里。最后就是这个自传计划在什么时候与大家见面？计划是不计划希望今年吧，如果说四美图如果出现的时候，它是否会跟着这个市场孕育而生，我不得而知，但是我希望会是这四美图是一个什么戏剧？对，就是说继镜花水月之后的另外一部舞台作品。那舞台作品是在国内巡演还是要再出巡演？看情况，可能应该在国内，还是得在国内啊，因为他刚出来之后还得去打磨他，先入市场嘛，先是市场这样的一种检验，然后不熟的东西，然后再开始做。好。啊，今天机会特别难得，所以我们看看这个人他们来之前有一些问题，跟他们也有一些担心啊，我们交流。大家抓紧点时间，你到这儿很忙。大点声，张主任。你曾经对大家说理解很重要，然后大家就想对你说健康很重要，然后希望你一定要保养好身体，在艺术道路上走得更远更辉煌。好，谢谢。